哎呀，我在摸小鹅，丫丫在旁边，感觉会吃醋哦。哦，我一直在踏踏，晚上会冷哦，啊，快早困呢，来吧。他终于把东西吃完了，原本还以为他要绝食。有食欲了哦，很棒哦，明天继续加油。他居然没有喷瓦斯。来，咱们是 talk 者，我来讲者。你较早来嘛是安尼，你知无？现在多了一个新的朋友，也是你的恁弟弟呢。你不干嘛那么下马威？你要听我讲话无？我来讲哦，你不能欺负他哦，知无？给我的巴雷外公，杀过他的拳头，你看看，早上在迎接啊，来摸我，来看一下你的弟弟啊，来。小二，你又打到乌方视角里头去，你越看越像阿尔，你看你的鼻孔，真的有像阿尔，开始有点丑了，是不是叫鹅开始你又变丑了？你的鼻孔跟阿尔够像的，那怎么这样？哇，小二，你比阿丫好哎。看第二天它保持得很干净，然后它猫砂也喷一点点而已。那个阿丫以前喷的全部都是，哇，小鹅很棒耶，摸摸，你很棒哦，卫生习惯很好哦，赞哦，比阿丫好多啊，以前林少爷第二天第三天照样把我咳到整个都塞，很棒哦，来哟，Your breakfast 哦，早餐更佳啊，记得吃哦。那爸爸先出门了哈，乖哦，走，散步了，换你了。哇，小鹅，你早餐又吃完了呢哈，你都要入侵阿尔呢，你看你的鼻孔哦。你鼻孔怎么那么大？这是阿尔的魔咒吗？小二，不要害羞嘛。你真的越来越像阿尔哎，好像哦。你的鼻孔啊，人家说你鼻孔是两个爱心呢。感觉不是爱心，很像两个黑洞。有没有习惯这里了？这是我们收养小菊的，算是第二天，第三天了。然后呢，它应该开始习惯我们的味道了。就是呢，你看它整只躲在，它躲在后面这边呢，有点
有点害羞，小菊，那个小鹅啦，小鹅啦，好，就是呢，名字呢，刚我们也才刚相处大概两三天而已，就今天第三天，所以呢还在适应。不过呢，他已经开始进食了，然后也习惯我们的抚摸，然后呢也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，或者是我们在摸他的比较爽的部位啊，屁股那个尾巴上端啊，他呢就会开始踏踏，我觉得也蛮可爱的。那因为今天我们有事要外出，所以变成说原本计划今天是要抓小灰白，但是呢就变成小灰白的部分可能就要留到看明天的状况。然后另外呢，有很多人会询问说一开始的那一只小橘白呢，就我跟我妈跟林太太的讨论啊，因为小橘白它是三只小野猫里面算是最亲人的，所以变成在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看到它，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是因为我们这边蛮大的，所以他们不是只有来我们店来我们这个地方吃饭，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在别的地方啊，也会有，因为我知道我隔壁那边呢也有在喂食他们，所以有可能因为他比较亲人，所以可能提早被人家养走了。好，所以是呢，所以变成说现在比较怕人的皮卡丘啦，还有小鹅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小灰白呢，就比较难亲近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再努力一点。所以变成说今天呢，我有喂到小灰白跟喂到皮卡丘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因为壮壮要去看医生啊，看医生看完我们就明天再试试看。哦，就是看小灰白呢可不可以一起 get。 你要在偷打小鹅耶。丫，你在干嘛？不要欺负弟弟啦，偷打人家屁股，你够无聊嘞！小二，不要理哥哥啊！哎呦，大家都有的吃哦，宵夜时间哦。小二也有吃哦，别加挂，要紧大汉，很好吃。哎呀，哎呦，鸭也有呢，大家都有的吃哦，公平啊，章鱼也有。